新体验，开箱后会建立打来的真实感受。于是给鼠标安装了小马达，又觉得只改装鼠标差点意思，然后进行了更全方位的魔改。他又认为在游戏中骑马没有策马功能的改进，于是他把魔爪伸向了桌面。直到他在游戏里扔出了烟雾弹，我才知道他有多疯狂。用黑飞，用黑飞，求沉浸式体验，开箱没有后坐力，打来的真实感受。于是给鼠标安装了小马达，又觉得只改装鼠标差点意思，然后进行了更全方位的魔改。他又认为在游戏中骑马没有策马功能的改进，于是他把魔爪伸向了桌椅。用时用意，展现了用意。直到他在游戏里扔出了烟雾弹，我才知道他有多疯狂。求沉浸式体验，开箱没有后坐力，打来的真实感受。于是给鼠标安装了小马达，又觉得只改装鼠标差点意思，然后进行了更全方位的魔改。他又认为在游戏中骑马没有策马功能的改进，于是他把魔爪伸向了桌面。直到他在游戏里扔出了烟雾弹，我才知道他有多疯狂。求沉浸式体验，开箱没有后坐力，打来的真实感受。于是给鼠标安装了小马达，又觉得只改装鼠标差点意思，然后进行了更全方位的魔改。他又认为在游戏中骑马没有策马功能的改进，于是他把魔爪伸向了桌椅。直到他在游戏里扔出了烟雾弹，我才知道他有多疯狂。求沉浸式体验，开箱没有后坐力，哪来的真实感受？于是给鼠标安装了小马达，又觉得只改装鼠标差点意思，然后进行了更全方位的魔改。他又认为在游戏中骑马没有策马功能的改进，于是他把魔爪伸向了桌椅。直到他在游戏里扔出了烟雾弹，我才知道他有多疯狂。求沉浸式体验，开箱没有后坐力，哪来的真实感受？于是给鼠标安装了小马达，又觉得只改装鼠标差点意思，然后进行了更全方位的魔改。他又认为在游戏中骑马没有策马功能。